哇，只差一个了耶。对啊，哦，就是这是秋天可以采集到的东西。秋天可以采集到的东西，对啊，我有这个，可惜我没有，我那时候没有注意到。好，嗯，再来是这边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番茄 Yuri， 今天回到新路谷物语。那今天要陪伴我度过一天的呢，有阿瑶 ，Hello 阿瑶，嗨，还有乙棒，嗨乙棒 ，Hello， 你刚刚讲什么吗？我在说 Hello 乙棒好，为什么要跟自己混好？我是白痴。不会，我们乙棒很可爱。然后呢？现在我们就是阿瑶刚刚有研究，帮我研究出一个问题啦，就是我有可能会入不敷出呢。嗯嗯，所以决定我们要来卖我之前的作物，可是我觉得不要全部卖，因为说不定以后食谱上我就可以直接用这样。所以他是阿瑶是说叫我卖掉什么迎新作物的吗？嗯，然后有一些些就是没有新等的也可以卖掉一部分，没有新等的卖掉一部分，好。然后要一个，然后一个。那至于要卖什么作物，我们等等回来看，先去浇水吧。嗯，好，顺便卡住一下东西。哎，有信哎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觉得一天的开始要从摸小鸡开始，不对，因为我很怕他们到时候又跑一跑跑不见，有大鸡蛋，是大鸡蛋，是大鸡蛋，哎、欸，我是不是可以捐呐、啊？对，大鸡蛋捐，耶、yeah。又可以捐的，那这个就放在这里咯。我又有一个可以捐的，那这个呢？这个可以拿去卖掉。银星是不是卖也会蛮好赚的？这样，嗯。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卖呢？想一想，我们不是有那个蘑菇洞吗？就干脆把蘑菇也卖一卖，这样。嗯，就蘑菇也卖一卖。嗯，我们现在做一个洒水器吧，然后跟这个交换一下。嗯，洒水器放在最远的好了。这样明天这个就不用过来了，嗯、没错，你不用跑那么远了。对，嗯，就到时候就只要等他看一下有没有成熟，再过来弄个东西就好了，这样多方便啊。然后呢，我昨天有赚到1000多，快2000块。所以算是有补回来一点点，就差一点点，就差，应该说就差那么一咪咪2000块。嗯，所以这是一个蛮大的目标，就是你每天都要赚到2000块。这个目标还蛮困难的，要有稳定收入。可是偏偏秋天的鱼没有夏天的鱼价值那么高。嗯，所以这真的很难讲，所以我最好开始要有其他的收入，比如说像蛋黄酱啊，每天固定弄蛋黄酱这样。嗯，这可能会比较好赚一点。对啊。还有什么呢？如果树艺应该没办法，不知道还可以弄什么。嗯，感谢，我们现在总共有3个洒水器了。
耶！明天就可以少弄一点东西。嗯。少花一点体力。嗯，然后少花一点时间。嗯。嗯，到底还可以怎么样来赚钱呢？没办法，我觉得钓鱼是我目前比较好赚的了，大概。嗯，看起来是这样。对。然后，不然我们就开始来卖鸡蛋吧。有人要买鸡蛋吗？有人要买鸡蛋哦。有苹果。先把身上一些这个卖掉，这个卖掉，这个卖掉，还有什么要卖掉？这个也卖掉，大鸡蛋这个也卖掉好了。嗯，好，就这样。看一下信，马尼。嗯，所以这个他是要我给他牧草之类的东西吗？感觉有点奇妙，嗯，好，我还可以弄什么呢？把铜矿烧一烧吧，烧烧铜，然后再开始研究要卖掉什么？对，然后我们要开始研究要卖掉什么东西。苹果要卖吗？嗯，卖一个，觉得可以卖个一个吧，看看它的价钱多少这样。嗯，可是 paper 的，它 paper 的应该还不行卖吧？太少了，我觉得可以不用卖。那 blueberry 明星的卖掉，这个也卖掉。嗯，这个是捡的，这个就留着。就看那个要不要卖一点点，可能卖个十个之类的这样。嗯，玉米卖掉，银杏作物卖掉，葡萄先别吧。嗯，葡萄之后应该酿酒用，然后这个可以卖50个。嗯。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卖掉呢？嗯，玉米卖个12个好了。嗯，番茄这个番茄别，番茄我是要拿去拐人的。对，就是这样。那目前先卖这些吧。嗯，同意。可以啊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电视咯 ，Weather Report。嗯，明天会多云，然后有阵风，运气不会站在我这边。虽然最后一个我没有看到我到底学了什么，反正我有学到菜就对了。这个人好冷，好像怪怪的。好，祝福我今天大卖。我们先去捐东西吧。今天主要我们其实有一点点，今天主要不是钓鱼，就是还是想要把东西先捐完什么的，这样。嗯，现在是期待说看他会不会再多给我个洒水器之类的东西啊，或是可以让我制造加工品的一些礼物。嗯。只能抱以这样的期待了。人生嘛，有时候就是从垃圾开始的。哎、欸，那个好像是白菜、欸。先去捐博物馆嘛。博物馆、图书馆，感觉都是一样的。啊，等一下，歪了。我的路好像歪了。Donate。等一下，不是这个，吓死我了。
欸，原来那个也可以捐给博物馆哦。好，我们来看他会给什么。好，都是一些不需要的，都是一些不需要的东西。然后今天一样。啊，不不不不不不不，吓死我了。不过我也没有东西，对不对？嗯。我相信今天卖的东西应该可以让我赚到2000块啦，应该啦。我妈对他抱以期望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们要相信 OK 的，可以的，这样。嗯。很好奇，如果社群中心啊，我们到时候都捐完了以后，会有多漂亮？嗯，今天是要捐个矿物啊。我现在就差一个矿物了，嗯，差一个了，就差一个了。还有什么呢？这边吗？嗯，不是这边啊。嗯，蛋。好，这边没有。没有，好，下面咯，我就记得应该还有一个东西，完成，噠噠，会是什么呢？种子，哎呀，不无小补啦。记得 per 种吧，啊，紫色蘑菇，紫色蘑菇真不够了吧？好像是。嗯，记得有人是要蘑菇的，哎，哦，还差2个。好啦，我们现在可以去钓鱼了，虽然有点晚，不过有几条鱼就有几条鱼嘛，对不对？嗯。哇！等一下。好。刚刚发生一个很奇况，奇，刚刚发生一个很可怕的事，事故。耶！我的手机就这样滴滴啦，就直接从我的眼前这样摔下去。不要玩自由落体！不要乱玩自由落体呀、啊！谁都不能阻止我！太可怕了，真的。就算是我的主人，也想都别想。再见了，各位。真的是一个，这只手机其实还蛮嗨的。蛮嗨的。太嗨了，嗨到我无法承受那个。他的热情，真的。我们来钓鱼吧。哒啦啦哒哒，今天怎么突然冒出了迷之音呢？因为迷之音来抱怨啦，科科。没有，因为迷之音从海里面出来了。从海出来了，也太恐怖了吧！迷之音从海里面出来了。我们迷之音前几天运气比较不太好，碰到了车祸吧。没错，一个让我觉得我会很想叫人家赔的车祸，可是偏偏没有拍到。太难过了，这是街头摄影机没有拍到，
监视镜没有拍到，然后没有行车记录器，然后那个时间点晚上也不确定会不会有，就是轿车可能有装行车记录器经过，因为目前没有人提供啊。真的就是个运气不佳。唉，这是运气啊，这是人生啊。拜个拜啊，可恶。觉得有点衰，虽然我是没什么事情啊，已经算是很好运了，因为对方比我还严重的样子，活该。是啊，活该。所以对方伤势是怎么样？不知道啊，就是他就是躺着进医院的、啊，他就躺着进医院，然后。不太确定耶，他那个时候一直说他肩膀很痛，我搞不太清楚。嗯，也许脱臼之类的。也许吧。脱臼瞧一下就回来了，其实也还好啦。真的，瞧一下就回来了。人家说把那个瞧回来之后就比较不会痛，是真的吗？嗯？人家说瞧回就是瞧回原位就比较不会痛了。对啊，是真的。我没有脱臼过，我也不想尝试。我觉得看着就觉得很痛。那就提醒大家，就是自己如果有如果可以有能力装行车记录器，因为通常不是你。去弄人家是人家来弄你，所以如果你有办法装行车记录器的话，不管你骑的是机车还是开车还是怎么样，都装一下吧。如果你骑脚踏车，你可以安装在安全帽上面。对，所以现在你知道，已经不是你自己有没有违规的问题了，是路上那种违规人太多了。通常不是你去找人家，都是人家来撞你。真的太水，超水小。相信迷之音深有同感。对。怎么样？有没有考虑换一台新的机车？我要换了，换台125啊。有啊，应该换175。所以要换125。对啊，应该会换125。嗯。对我们来说，业务比较方便的、啊。对啊，要上山上得去，下山去海边，不要去，不要把机车提到海边去，好不好？有点可怕、啊。这是一个上山下海都很方便啦，这样讲，是就远距离，就算是业务也没有办法下海啦，你就算骑重机也没办法下海，好吗？我只是说距离。好啊，就找时间去拜拜吧。真的。因为我记得他到现在，我们迷之音还没有去拜拜。对啊，要去哪里拜呢？到家有哪里可以拜？随便拜。我只知道上次救人梦的就这样。我家附近的庙拜一拜。嗯。我家附近的庙拜一拜。就遛狗的时候顺便去拜一拜，不好吧？带着马吉去吗？马吉，快拜拜！他不会，他只会觉得这里房子好新哦，好好玩哦，每个都我们看，好像可以吃点甜一下。没有啦，没有。庙公不把他赶出去。没有生命会觉得很生气。你不要为因为这种小狗而生气好吗？唉，天哪！我掉到可乐了。哇，是可乐，是可乐，不可以喝，可以喝啦，其实可以喝。我说刚刚才阿瑶才跟我说可以啊，现在没有，不行。可是通常不会，通常我
这个新入股里面可乐我们都不会拿来喝的。卖掉吗？卖掉或是送人啊，因为有人喜欢就送他、啊、这样。一杯海底的可乐。他不知道是海底的啦。很新鲜。很新鲜哦，还有人鱼公主的签名哦。哎、欸。哎、欸。等等，我刚听到了什么？快点，我们从十元开始拍卖。对、欸，有没有人二十元？还有没有人往上加吗？我在干嘛？没事，累了。我要买坏掉的迷之音。坏掉的迷之音。坏掉的迷之音。那也要买我。人生感荣幸。来，我们从100元开始叫价。啊，100元而已。好呀。没办法，我们现在很穷。不要跟穷人计较，真的。很穷后不是应该要高价卖出吗？大赚一笔啊！可是我只是拍卖的、啊，我只能收手续费。You know， 手续费啊，所以，哎，就不要跟我讨论这个啦，计较这个。难道钱能伤感情吗？对，谈钱伤感情啊！伤感情，伤感情，好可怕！天哪，我刚刚听到什么？对，自从开关开启后，到一遇到刺激，就会开始变得有点厌世。好了，我们这集今天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影片，请帮我们一棒接。啊，好，回来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帮我们点个喜欢，几分。如果你想说什么话呢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。留言。最后要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订阅。好，我们这一集就这样结束了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哔哔。赚多少钱呢？果然还是卖农作物比较赚，钓鱼什么的。可是那也是因为累积很多啊。对啊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又看一下苹果卖多少钱，100块、欸，一颗苹果100块。原来迷之音的价钱就跟苹果一样。为什么 ？No。是说有一个那个捐的是要捐3颗苹果的。那个可以慢慢累积，应该还好。好可怜哦，苹果一样贵，是贾博士的苹果還不错啊，还有一颗苹果。希望我是跟贾博士的苹果那一个。好，我们这集就先到这里，大家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